斯独家剧名赞助。本期真维斯土豆醉音乐精彩不断，明星员工姜颖蓉的大乐单新鲜出炉，到底哪首歌曲会是舞曲女王的心中最爱？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唱歌时候讲述的状态。花样美男 FM 入驻夏日训练营，客饮挑战赛为心爱少女谋福利，亲手制作清凉的饮料来送给你们哦。最新一期 Billboard 单曲榜火热揭晓，三大性感女神上演死磕三角战，所有精彩尽在本期的真维斯土豆最音乐。 Hey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真维斯土豆最音乐，我是主持人马丁。节目开始前，先来看看今天的最大礼，就是这个 That would be 东方神起的马克杯，想要得到他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留意我们的节目了。 Yeah, when I first saw that bikini top on it, she's popping right out of the South Georgia waterfall. Good old Lord, had them long ten legs, couldn't help myself.现在听到的是本周 Billboard 单曲榜第十名的歌曲 Cruise， 来自 Florida Georgia Line 乐队与 Nelly 的合作。这首歌前段时间曾拿到了 Billboard 年度最佳乡村歌曲奖的提名，但最后却惜败给了 Taylor Swift。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在典礼上输给了 Taylor， 但他们却成功的忽悠了 Taylor 跟他们一起巡演。对于这个屌丝二人乐队来说，这可是个出名捞钱的好机会啊。周 Billboard 单曲榜第八名的是 Imagine Dragons 乐队的 Radioactive。 虽然他们的多首作品在两年时间里成为了三部电影、两部美剧、一部游戏、两支广告的主题曲或 BGM， 还拿到了多次摇滚榜的冠军，可谓是获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但最看重商业表现的 Billboard 年度颁奖却没有给他们任何提名，这不得不让人好奇，难道是 Imagine Dragons 哪里得罪了他们吗？Billboard 单曲榜第六名的歌曲是 Selena Gomez 的 Come and Get It。 前段时间 Magazine 杂志评出了2013百位最性感女星， Selena Gomez 获得亚军，她的前任情敌 Miley Cyrus 竟然力拔头筹。这一评选也导致了两人的粉丝阵营在 Twitter 上的再度开战，甚至连 Taylor Swift 的粉丝也跑来趟浑水助阵 Gomez 阵营。忍不住怒火的 Miley Cyrus 公开发飙，发文吐槽美粉和歌粉经常骚扰她，甚至还对她发出了死亡威胁。看来女人一招是情敌，一生永远是对头啊。来自本周 Billboard 单曲榜第五名的歌曲是 Rihanna 与 Mickey Eagle 合作的 Stay。 前段时间 Rihanna 与 Will 在录音棚里合作制作新单曲的照片被人曝光，随后便传出了这首新单将在6月25日发行的消息。更由 Rihanna 身边的人透露，小天后将会在年底发布个人新专辑，说什么巡演结束后休息一年，看来都是骗人的呀。不过 Rihanna 连续工作八年不休息的话，身体真能撑得住吗？ Not really sure how to feel about it,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flowers and held your hand, should've gave you all my hours when I had the chance. I really wanna tell
稍后为你带来新老巨星齐发力，全球歌坛进入新单井喷期，明星员工姜永荣的心中偶像大揭秘，到底谁会获得花帮主的芳心青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这首歌。美男组合 FM 挑战夏日训练营，言传身教特饮攻略，伴你欢乐消夏。那我今天制作的呢是栏杆苏打水。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的真维斯苦到醉音乐。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真维斯土豆最音乐。The summer is here, and wouldn't it be nice if you just had some handsome guy come and make you a really nice, special summer drink, really cold and refreshing? Wouldn't that make you happy, ladies? Well,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that today. Let's go take a look at some special drinks that you can make during the summer.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真维斯土豆最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M4N。 你好，我是 M4N 的队长金米，同时也是队里面的副主唱，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 M4N 的冰冰，是队伍里面的 rapp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M4N 的雨胜，那我在 M4N 里面当当是跳舞。大家好，我是 Alan 方立文，我是 M4N 的主唱，谢谢大家。M4M 由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的四位花样美男组成的新生代组合，2013年3月14日于韩国 M Countdown 舞台正式出道，首张 EP Sadness 已正式发行。像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呢，其实是要挑战一项任务，那就是制作夏日特饮。哇哦！然后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亲手制作清凉的饮料来送给你们哦。夏日特饮，顾名思义就是适合在夏天饮用的各式清凉饮料。今天我们 FOM 的几位帅哥就要亲身体验学习它的制作全过程，并尝试亲手做出来，请顾客们点评。瞧瞧这几位帅哥认真制作的样子，简直就是男神降临，对心上人关怀备至的感觉嘛。好像完成的差不多了，赶紧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成果吧。这杯的饮料名字就叫芒果优格猕猴桃。首先呢，一开始呢就把芒果汁倒三分之一在里面，然后加入冰块，然后呢就轻轻呢就把优格呢倒在上面，然后之后呢就把那个猕猴桃把汁榨出来，然后呢用调羹挡住，两层颜色也不要混在一起。我手上的这一杯，它的名字叫做鱼冰特调鲜橙
橙汁。首先你要挑三颗比较好的橙子，首先把左右两端去掉之后，记得那个边上的皮一定要顺着它的那个弧形切下来，然后切完三颗之后把它放到榨汁机里面去。榨完之后，如果按照个人口味，如果你想喝冰一点的话，就可以再放一点冰块。那我做出来这个名字呢叫做树莓兔兔芬达水。那重点呢是刚开始先加一点柠檬汁，然后再加一点树莓汁，然后呢再就是放差不多这样子的雪碧吧，然后再就是加一片就是完美的柠檬片，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你的夏日的梦想。那我今天制作的呢是栏杆苏打水。首先呢加一点柠檬的汁液，然后会有三条的栏杆汁，之后呢加80%左右的冰块，然后也是80%左右的雪碧。其实制作过程呢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制作完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漂亮的。看起来还不错嘛，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呢。几位帅哥去请我们的顾客点评一下吧。看来几位花美男除了唱歌跳舞以外，做料理的手艺也还不错嘛。如此的男神范儿，岂不是会秒杀一众美女啊？耶，今天的特饮挑战圆满成功喽！屏幕前的你们有学会了吗？请支持我们的首张同名迷你专辑《神秘方程式》。接下来由我们的队长吉米哥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吧。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从韩国回来的第一张专辑。那里面呢收录了6首歌，那每一首歌呢都有不同很多元化的那个风格就在里面的，而且呢每一首歌呢我们都是很尽心尽力的把它完成的。对，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张专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郑维斯土豆这音乐，还有多多支持我们，我们是 M4N。为你带来明星员工姜颖蓉揭秘近期最爱单曲，到底谁会成为舞曲女王的心头之后 No.1？ 她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声音很甜美。Billboard 单曲榜三甲出炉，屌丝新人秒杀老牌巨星，成就新科霸主。不要走开，郑维斯土豆最音乐精彩马上呈现。欢迎回来，这里是郑维斯土豆最音乐。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们买到好看的夏装了吗？If not, be sure to visit our sponsor's official online store, Jeans West. They have lots of cool clothes you can pick out for the summer.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Okay,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玩转乐蛋板块了。今天的榜主是我们的明星员工姜颖蓉，她最近大爱的歌曲有哪些呢？赶紧去看一下吧。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 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姜颖蓉，这里是真维斯土豆最音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五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 Michael Blair 的 Feeling's Good， 因为他的声音是男中音，又那么的舒适，又让我觉得能够贯穿到我的心里。想到开心的时候，你说不会离开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孟楠的 In Control。 从歌曲本身来说，编曲到词都是去繁从简，简简单单，印象深刻，这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 I know I'm really in love with you. I care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lose you. I do what I promise. No matter how hard it's all I need is just a love from you.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
情能代替一切言语。好了，到推荐第三首歌的时间了，为大家推荐的是薛凯琪的 Better Me。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这首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Better Me Better Me Better Me 送给你，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接下来推荐第四首歌是来自于萧敬腾的《原谅我》，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唱歌时候讲述的状态，喜欢这首歌，所以推荐给你《原谅我》，希望你能够喜欢。请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不爱你是借口，好让推荐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好姐妹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她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声音很甜美，歌曲很棒，推荐给你们，一定要喜欢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怎么我哭了，因为懂得寂寞了，唱情歌，笑着唱完也许就好了，至少我记得那些美好的。 OK， 现在要来揭晓本周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三名了。首先排在第三位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Mirrors。 I don't wanna lose you now, I'll make you right at the other half of me, the biggest thing that's set in my heartOK， 现在要揭晓本周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了，会是谁呢？ Who's it gonna be？ 马上去看一下。Return to the Mac, get up,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what it is, what it isn't.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get up out of bed instead of getting on the internet and checking a new hit. Get up. 本周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就是 Macklemore and Ryan Lewis 与 Ray Dalton 合作的 Can't Hold Us. Recently, they were at the Billboard Awards ceremony. They received 4 nominations on their last song, Thrift Shop. It was an awesome song. It ended up winning this year'sBest rap song. So as you can see, people like Kanye West, Psy, you guys gotta get out of the way for these new guys on the block. Can we go back? This is the moment. Tonight is the night. We'll fight till it's over. So we put our hands up like the ceiling can't hold us. Like the ceiling can't hold us. Okay, 本期节目为你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别忘了今天的最大礼就是东方神起的马克杯，想要得到他的话只有正确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了，那就是节目中提到的2013年百位最性感的女星的冠军是谁。知道答案的朋友们请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参与进来。好了，记得明天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詹姆维斯土豆最音乐。 See you guys. Can we go back? This is the moment. Tonight is the night.I'm so damn grateful. I grew up really wanna go fronts, but that's what you get when Wu-Tang raised you. Y'all can't stop me. Go hard like a... 本节目由真维斯独家剧名赞助。